美综合报道，名嘴吕文婉形象麻辣，说话犀利，是政论节目的常客之一。私底下他时常在社群网站上分享生活。今四日，他在脸书晒出一组中照，直呼后悔没毁事业绩。吕文婉认真经营社群网站，时常在脸书上发布近况，既生活点滴相当亲民，又别于平时泼辣的形象。今他 PO 出一张旧照，有感写下挥手回了沿途风景有温暖。第一，反射自吕文婉脸书